当世界到了尽头，魔鬼就会再度降临，接收人间。坏事随时发生，无人可以预料。阿爸呢？华尼兹，你以为的爸爸，他只是你的养父，是我来之前的一个使者。你的父亲是全能的撒旦。不好啊！犧牲者可能就是你，无人可以幸免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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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啊！乜你中意呢只香水嘅咩？在美丽的外表之下，有地狱般的恐怖。十字架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圣物，横那条呢应该在上面，但是代表魔鬼邪恶势力的标志呢，就会将这个十字架呢反转了，即是说反耶稣基督的象征。他肩负毁灭人类的光明任务。超恐怖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超悬疑，救命啊！边个流血啊？超特技。证明到你是主人的女儿，你的真性情会显露出来，那天之前接管这个世界。你癫了，你只可以爱她，追随她，接受她的毁灭，因为大家已经无路可逃。Some